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修菩萨戒，必须在这世当中不能犯戒七业罪。如果其中犯一条，也无多修改。所以现在来问各位，来如实回答。当然要犯这七条不简单，在佛法时期也不容易，但是我们应该动作有，那么这样来忏悔忏悔，所以现在首先我们答无，然后呢所有就是要虔心忏悔，就算有更该要真心忏悔，那就忏悔到有真实相，有瑞相，感应。第一，各位曾经太师老伯休无；第二，各位曾经太师老母休；第三，各位曾经出佛心慧休；第四，各位曾经太阿罗汉休；第五，各位曾经破和合精休。第六，各位曾经杀和尚休；第七，各位曾经抬阿夏离休。我顶礼一拜。起。各位现生虽然无做七业罪，有法度来受菩萨戒法，但是往昔无量劫生死以来，可能曾经做无量恶业，故现在应当一心自行忏悔。就敢若咱早起那先拜八十八佛，先虔诚忏悔，佛力加持。啊，咱即摆大家呢？过去我们不了解，过去我们有吃肉吃软，那是做很多恶业，所以我们要虔诚忏悔。当然忏悔各位都要背有七种心。第一呢，就是忏悔心，只要这个众生在受苦，那都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过去我们不知道那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既然给伤害。第二呢，大恐怖心，因为作业来对着地狱，乃至呢不了解众生是父母，给欺负，定在欺负父母，所以有一个恐怖的心态。第三，大出离心，
不但我们希望消除恶业，也希望所有众生能够消除恶业。第四呢，念佛报恩心，那佛力才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祈求诸佛菩萨就跟他拜八十八佛，那么来给我们消业，让我们有法度来利益众生。所以呢，愿亲平等心。那么各位既然要受菩萨戒，要忏悔众生，该有佛性，众生都是父母，我们起了这种心来忏悔，那后来就不再去作业。再来呢，大悲救苦心，我们来愿代父母众生受无量苦，我们替他们来忏悔，愿承担他们的恶业。再来呢，观业性本空心，虽然我们大众生苦很痛很痛很艰苦，但是呢，各位你不能怕苦，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我的苦。如果有一个空性，这个业的本体痛也是一个空性，你就有办法超越，所以有办法有这种的真正的心态来忏悔，那么不但自己忏悔，也有办法带父母众生忏悔。所以我们再念一遍，来，带忏悔心，带出离心，带恐怖心，念佛报恩心，愿亲平等心，大悲救苦心，观业性本空心。所以这个忏悔，那就包含了菩萨道的内容，空性、悲心啊，乃至呢菩提心，乃至大众心苦等等。那么菩萨道，咱在这正确的心态来忏悔，对今日开始，一直个精力来做，只要这个众生的受苦，咱呢就永远不会受苦，永远一定会解脱成佛啊。所以咱自己成佛的目的就是要来轮回，不是要得到自己的自在，这样使咱自己有能力不断来轮回，像观世音菩萨成佛，那么他就一直来轮回，一直把所有众生离苦，还有这种的慈悲心，大家虔诚来忏悔。各位既然已经虔诚忏悔过去世恶业，求求菩萨境界，为依照菩萨戒法，应当先礼请释迦牟尼如来为咱大家受戒之得戒和尚。文殊菩萨为结摩阿舍利，弥利菩萨为教授阿舍利，十方一切诸佛为尊敬，安住大地菩萨为洞客，我定菩萨 BQ 为法师，逆定当断病一心，我替道地随我音声，即即行即请。好，我们现在为父母祖先六道有情做大供养，他们有准备十供养，就像各位刚刚在招请，主题是最后我们受菩萨戒是为了六道众生，所以十方法界六道四圣一切有情，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道场内外一切有情，我们都目的是希望他们同来道场，同发菩提心，同得解脱，祈求三宝降临。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做十供养。我再来，来，东莞北部众心，一切幽景，
晚清这座南路孤魂有意识者该来道场当受菩萨戒、对施食、药师烟供，希望咱今日所写的百位乃至所召请的十方法界众生同来受戒，这是咱的目的啦。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所以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受菩萨戒。所以咱啊，天上供，天下施，菩萨同要紧的，就是慈悲，慈悲才是菩萨的生命。那各位了解菩萨戒目的啊，菩萨戒目的就是一直关怀众生，奉献了众生，咱的生命属于众生，安尼啦。未使菩萨嘛，未使为着我自己爱打坐，我要读经，我要安怎啊？那当然啊，一直为着众生安尼去做，未使。所以有一句话，忙人时间最多，你如果用咧帮助众生，你愈会晓把握时间，你愈知影修行的重点在哪里啊？你若无去接触众生呢，那你永远会感觉差差差差，因为你无了解众生需要什么。啊，所以各位呢，菜市啊卖菜的人拢做个好诶，安尼啦。啊，三姓人、五姓人，安怎做拢会晓诶。啊，所以读册读书无一定有法度伫菜市啊卖菜啊。你可以做头路，无一定做会晓。所以重点是，当然，那你为着要服务众生，来增加自己的种种的智慧，先较方便，你也更加积极。所以简单讲一句呢，那菩萨就是要赶紧成佛，也为着要赶紧成佛，啊，得赶紧接触众生。那众生的代志啊，千万变化。但是你才有法度开发出千百万智慧和慈悲，所以变作千手千眼啊！所以这点也是菩萨道的重点。所以佛跟人讲，那你三大阿僧祇劫供养一切佛、一切菩萨、一切阿罗汉，这功德还不如一嘴饭和动物吃的功德啊！一粒米的哦，鸟啊吃的功德，那是呢特别的可怜的五鬼道。那这就是菩萨的。同要紧的啊，菩萨未使离开众生啊，因为佛菩萨只要你有菩提心、慈悲心，佛菩萨特工嘛，给你顾条条，你唔免请嘛来，因为你咧做嘅代志就是佛菩萨咧做啊，所以啊，菩萨都了解这个重点啊。虽然社会真钦佩种哇，真正咧奉献自己做诸善事业嘅人啊，帮助山下人，帮助孤儿，帮助老人，帮助流浪狗。啊！你尽力去斗三工，当然你为着要帮助众生，你一定会念佛啊！你一定会念经持咒，因为你知影讲佛菩萨的力量是圆满的啊！但是不离开慈悲去念佛、念佛、念经修行，这才是菩萨道的内容。第十九页啊，所以咱幕后邀请来的这台素心六道完清这主哇，这嘛足欢喜啊！可以啊，来。大奉行功德，恭敬功德，十供养功德，施食功德，一切功德，供养父母祖先，化解众生，远亲济主，道场内外，离解脱者，同享功德。哇呢，即代因都欢喜啊！远亲济主，你对就好诶。所以各位，咱大家辛苦拢完成这组中道下来，咱拢一条心高高下下来，然后呢，咱就把对就好啊，第一退布施，退法缘，你就欢喜，因欢喜，你若无欠伊济，因为你有做功德好伊啊。拄好一个菩萨，同阿门公伊卡咧听，卡咧听，我就紧该问另外一个菩萨，也要打坐位，还就下来讲，还就过去说。共等一只狗的脚，安尼啊，所以共等一只狗的脚，你摆脚都爱听。各位，食过猪脚的牙手，你一声足疼，你可能爱断脚安尼啊。所以咱想了，哎呦，赶紧忏悔啊！
赶紧救猪啊，救鸡啊，救兔啊，救鱼啊，你要有这个想法啊。你想没呢？我吃这猪脚，我脚不疼呢，你唔通讲，连咪就来啊。所以当一个人来讲，哦，我这三天出来，身体拢足健康，哎，来咯，哎，大概拢有这种想法啦。好的人唔好骄傲，唔好足欢喜，连咪就来啊，安尼。因为那个完全这种无量无边啊，不是这世顶世无量劫无量劫，那经济拢在的，你一个欢喜交万心，卜就就来啊。所以咱要做忏悔心、警惕心啊，然后安尼呢，一点点拍拼哦，能讲哦，我今嘛就好就好啊。好，第十九页，受四不坏信法，这同要紧呐。好，信心是信什么？就这四条了。一，菩萨应若经，菩萨当依四不坏信。所谓皈佛、皈法、皈身、皈戒，这同要紧的。皈佛、皈法、皈经、皈戒，人家的是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这就是对三宝的究竟信心的实践啊。处于一切诸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一切众生佛性经济。什么叫做诸性呢？诸性就是佛性。那这个佛性要怎开发？你只要对三宝有信心，念佛、念法、念经、念戒，皈依的意思，那么是这种的实践。我将生命经过心口意来依止供养佛法经三宝，来实践戒律。啊，然后呢，你的佛性经济就开发了，啊，你的本体诸佛菩萨本源就显现了。所以各位爱对今日开始，尽未来这心，不管你投胎在什么所在，不忘不失，未使忘记的，也未使失去三皈依跟对戒律、跟戒体，啊，这戒体永远在的，三皈依的经济永远在的，啊，故名誓不坏心。所以各位今对诸佛菩萨经。一随我依修，各位要有一个决心哦！啊，对今日真未来者，就算投胎做一只小狗侠，那要皈依三宝。所以各位，你有看到迄电视，因何看迄狗啊，有咧拜佛啦无啊？迄叫做伊对三皈依有正信，就算伊投胎做狗啊，伊嘛要安尼拜啊。乃至呢，哦，你咧念佛，奇怪，迄鱼啊就来，迄个代表讲，即代众生。啊，我知道，誓不坏心。伊虽然咧做鬼，你个连鬼或鬼法、鬼精，伊脑子誓不坏心，听到伊就超度啊。那是有信心，伊嘛超度啊。所以希望各位啊，一个决心，对今日个真未来这心，对三宝、对戒律。所以各位今日修菩萨戒，不是今日修的哦。过去无量劫的修菩萨戒啊，所以听到各位修菩萨戒，就想要修菩萨戒。听到人咧食菜。就想要多一天我也有法度完完吃菜，那都是过去种的经济啊，伊免阁成熟啊，啊，阁开始开发了，所以咱即马阁来恢复啊，使家己更加坚强，形形色色拢誓不坏心。如果你身躯有誓不坏心啊，你有一个感觉，虽然世间人拢叫咱淡乱来趁钱买厝，当然你也去做。阿妈小可感觉袂歹，但是心不踏实，即个毋是我咧追求的安尼。啊，到一天你来去听到三宝的名，来去看某一部佛经，哇，这比世间的钱财感情更加好，迄叫做你有誓不坏心的戒体。啊，这个世间更加好的翁啊、某啊、囝，当然是这个世间话，但是呢，无比三宝较好。啊，无比乞丐较好，但是无这誓不坏心的人，伊无这善根的人，啊，虽然伊皈依三宝，但是拄着现实的问题、感情的问题，伊感觉还是伊生命，迄较要紧啊！啊，敢若我最过去有收小沙弥啊，啊小沙弥哦，出家几啊年啊，我就讲我这小沙弥来甲跪师父，我什么？我现在不还俗，嗯，不错不错。但是我能不能天天跟我女朋友讲电话？那你为什么不还俗呢？那你要教你为什么不还俗呢？你还俗没地方去啊！
啊，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很可笑。那你这之中了啊，就当然有这个经济刚刚讲修行未歹啊，但是呢，哦，来了来了，讲还比还还要紧啊，佮用贵的呢，用贵的呢，一定要佮讲定位呢。啊，所以无这圣经里面那个勉强啊，所以我记迄阵头啊，四十几个小沙弥，起码头啊，剩两个摇摇欲坠啊。就咱啊，免怎啊？啊，这就是无迄个性格，所以我刚刚学分啦，嘛袂使勉强啊，一步一步来啊。啊，咱有这个经济的人啊，不容易退转的人，哇、哦！你看咱足幸运，足幸运。所以咱对三宝都爱逐工礼拜，去增加咱的信心啊。那各位呢，修戒、五戒、菩萨戒，你爱听来念戒啊，两个你会戒的功德。所以我自己永远未退转，啊！你后摆过来投胎做人，老爸老母叫你结婚，叫从啥？你讲嘛无勉强，无啥爱，但是人我都修行同好啦。啊，当然有个人爱出家，但是伊无一定爱发菩提心，伊发未来，讲出家真好，但是伊未晓修菩提心，安尼嘛无好，嘛无圆满。啊，所以各位爱一点练习嘛，我们叫串习，再去讲一点一点一点。那起码各位要紧呢。既然各位对净密来者皈依，那这就是一种菩萨戒的皈依了。那菩萨戒戒体呢？那重点了这三条，咱今嘛要念啦。逆定佛住，是为修持菩萨境界，共就是无量无边，即是戒体啊，戒条无尽无量。简单讲一句话，一切帮助生命、世界的方法，拢是菩萨解脱，拢是爱给咱来去做。不是讲我是佛教徒，你是天主教，拢未使安尼讲。只要帮助众生、帮助世界，包括各位记，草啊未使打啊，看到树啊就要甲压水，看到水就希望伊净化。你安尼想，这个世界一切啊，拢是咱来去做的，拢是菩萨解的解掉。啊，所以呢，广则无尽无量，约则三句前说。啊，那讲回来呢，啊，重点呢就是这三条三句。啊，句不是跟他一条啊，全部的善你拢爱去做，全部的众生你拢爱度，全部的恶拢未使做。所以做这菩萨未使妄想哦。各位尽量来记哦，从我出家，我师父讲，不能让人家知道。讲你有什么缺点？走路、吃饭、穿衣服、讲话、写字、瞎拜，你买两个剃更。啊，你作为一个菩萨，就是要走路完美。那、啊、你走路完美，你就要努力。没安怎让自己努力？你别说我都要拜，那你就要练习啊。你什么都要练习啊，就像唱歌一样。哦，他们在电视比赛唱歌，要唱到第一名，永远有人要赢过你。那菩萨就是这样。啊，因为你要达到最圆满，才可以度众生。只要这个世间有人圆满，有情比你圆满，你就要跟他学。所以菩萨呢，一方面上求佛道，各位讲好一切，这人真好读册，这人真好讲话，这人真好做代志，这人真好插彩，这人真好做啥，你拢爱研究。你若无研究，你讲啊做啥教我菩萨？你不要穿啥要做菩萨，你嘛废话去。啊！你不要恭维，变他做菩萨；你不要唱歌，变他做菩萨。所以各位，但是我们有惭愧心，但是你不能放弃。我不爱学这個，我不爱学这個。啊！所以我记得就是出家人打来出家，我叔哎叫我爱打字啊，你只来看到看。我叔说：“那你不方便出家，你连做都做不好。”啊！那因为他年轻人，他不想勉强自己啊。不是说做不好，他不想勉强自己。其实这大家都爱听，听过就好啊。啊，你也不是老人啊，哎，但是他勉强不来。那我说了，你不适合出家啊，因为一点点小苦他不愿意受嘛。所以各位呢，这个无尽戒，就是说，既要是帮助众生的，或众生欢喜的，那你拢爱恶，爱拍拼，免他忏悔，免他报地回转，免他办代志。
哦，这不简单哈、哦，这干脆可以叫做上求佛道。啊，你有法度练习足侪能力，啊，你唔只好多帮助足侪众生。所以各位爱有观察的目睭啊，学校边啊办，开车边啊开，隔壁干妈店是安怎来趁钱 ？Seven Eleven 安怎办？啊，倒位会更加好，倒位有啥物缺点？你拢爱学啊，你拢爱学，理论甲实践拢要。啊、所以三聚，聚就是所有的一切全收，所谓摄律一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摄律一戒就是收一拜的，可能你伤害众生你都不可以做，你都不可以做、啊、各位 在办事啦，在收钱啦，在办法会，这个伤害众生，像您我早问说、欸、菩萨给要交三张相片，我想三张要创啥？我就问伊哦，事后我落秘书处寄来讲三张，迄是别人，别人，迄是互你参考，迄也毋是咱的啊，啊，一张就好啊，啊，有诶菩萨讲，哈，三张我无啊，无卖想改哦，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要问清楚，要问清楚，啊，那因为人家是正式三坛大戒，那娑婆大戒当然三张相片了，那我们这个又不是三坛大戒，啊。哎，人个单你嘛就盖一个，然后就哎，一边话寄来，这边话收了。我听了，问大家你看好看了，请交三张相片。啊、海盗法师办好回家顾嘛，冇搞个相片，然后一张还有道理，你们三张，那为什么？那这个就是不小心，不小心。从我多啊，加看三位，我对早起讲个一道波未完，我叫四五个波未完，跟你讲个，你讲冇。这不简单嘛，啊，这方法的问题。啊，各位这哦，足好，找到缺点我足欢喜，足欢喜。我在那边啊办代志，因为咧念影啊，安尼欠怪怪啊，啊，所以啊，各位咧把酒拢爱就来，免啊处理代志。啊，只要对众生有帮助诶，我再起来，嗯，啊，堂门啊关起来，然后刚刚来得暗嘛，不是安怎调光诶吗？安尼面较黄吗？啊，啪啪开较更精神蛮好，很有力无？哎、欸，这这爱学呢，这不是我的代志呢。啊，那各位你爱，你一定爱，一定爱知讲菩萨是咧创啥？服务众生啊，啊这有这个众生有关系吗？有啊，我大家心情较好啊，啊，较袂安尼关掉的啊，啊就约束的，哎，人家回答讲，啊，师父真简单啊，开电话就好，你蛮好。开电跟开电的，这种较更加好看，迄电迄更加无好看，还佫浪费电。那各位，这个一定要愿修一切善啊！咱是安怎呢？五执法执，有的人你佮讲话就先佮你引啦，了解？你佮讲话就扑就转来安尼啦。啊，无无变喏，啊，就说说，哎，这无法度之类，这频段该讲啊，讲话佫大细声啊。因为他没有机会想要进步啊，他啪啪啪几下就把你打倒来了，认为不可改变。那所以各位这样，菩萨要无我啊，不是讲你好得，你要顾虑全场、全场、全部，你了解不？全部啊，这个为人，我礼拜发挥啊，就徛在中央地里拜，我要拜佛啊，但你要考虑啊，那办法会啊，啊。那你走路你要小心啊，动作也不能太大，动作也不能太小，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这别别嘎嘎啊，就像做个影歌星，请几件衫唔丢用美加替更，大家拢做谁的、嗯、啊？因为是菩萨是要度众生的公众人物，所以这点嘛、啊，一切都要具足具足啊。所以设律一戒，和别人艰苦的。伤害众生，拢未使做；设善法界，和别人快乐，和众生快乐的，你拢爱做。劳逸有情做，啊，未使分别的。只要是有情，包括无情，你拢爱甲斗相共。啊，所以你未使看到无爱插的，敢那我中道。我记得我叫人礼拜讲，迄马口的动物去行行，那内底拢个坐好好，无要出去安尼。啊，免啦，恁去就好啦。我摆下写写，哎，放心放心，我知啊。您老母的把靠你给我们出去
因老爸咧做羊啊，难得互你看者，你讲唔出去啊？这是啥物？自卑心无够，是不是这道理啊？我打拼要来结一个缘，是不是安尼？啊，结一个生命缘，足要紧的，足要紧的。所以各位，这作者菩萨，唔是逐天食白饭呢，就爱变化，就爱想办法。所以安尼你唔叫做累积资粮。所以你拄好老去把靠干大鱼啊，干大啊，结一个缘，有啊，有欢喜无？就欢喜，就欢喜。我体胖的愈大只羊也要吃，小只也不爱吃，吃唔吃去胖啊！啊，吃臭，哎，你惊，所以屁股都朝我们。啊，你别那边我别惊，你要想尽办法，你拿草他就不怕了，而且对我别坏。啊，那各位这个一定要学啊，这个方便啊，所以呢，如是三句境界啊，你拢爱固著啊。你都要顾着为过去一切菩萨一顾，过去菩萨都这样，观世菩萨下面不要，大家来要，未来菩萨东顾，我们今天要做未来菩萨也要顾着这三条一切解脱，普益十方，现在一切菩萨坚固啊，所以现在在做菩萨的都顾着，所以各位下面都来学啊，你别说、哦、这些人下礼拜慢慢的练，现在五十岁练到七十岁也会水啊！你们当作放弃，总会进步的一天。刚才老菩萨，哎，拢唔捌唔捌字的，买了念地藏经，我看伊咧注音，伊咧注啥物，我嘛看无，伊看有就好啊。人未晓嘛，硬拗啊，那这叫做虔诚。所以如是菩萨学处，所以讲要学习啊，爱学习，学的重点是啥物？所以逐天来学。过去一切菩萨一学，未来一切菩萨同学，破译十方，现在一切菩萨金学，所以我们都要学怎么照顾狗，怎么照顾老人，怎么照顾病人。所以希望各位不能每天照顾长年，老人以高龄以病以我们要去照顾，要去服务啊，要怎么做得很好。那你说跟读书有关的佛经不用读得多，佛经读足紧的，不用用得要紧啊，读一下心经足紧的，别安怎用？啊，你心经未晓用，啊，你看别行经嘛无效。所以一方面上求佛道，一方面好啊，众生两边拢爱，半工半读，所以菩萨足无用的，但足有意义的，还叫做天我无常，精进究竟，但无放逸啊。所以各位安尼了解啊，这三条乃至。无尽无量的概论，愿意修无，逆定灵修其修。好，讲好啊，灵修其，明仔再叫你去吐宝，你买，哦，我不爱。叫你去卖菜，叫你去做个杂波车哦。叔啊，我要出去，好好好，我今晚咧做烟供魂，你先去做烟供魂，我无去啊。怎不爱啊？我做烟，我不爱，不爱，不爱，不爱。啊，本来就咧无用这個，啊，无去。去护生员哦 ，no， 阿伯里边啊，都讲讲冤家哦，啊，伊认为讲，迄拢唔是佛法，迄拢是佛法，你赶紧做法师才是佛法，啊，那你无迄猪牛就无法度啊，啊，所以各位，哎，法官，听起来，所以逆定既能修持，亦亦随我定必修，所以各位来，请起立啊，不但咱安尼哦。我们今天是大超大发挥，我们带着父母祖先完成这组六道友情、啊、一切天神都大家到阵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以后、啊、就要这三条就要修好，三句境界后面的六众二十八十众四十八那是细分、啊、那是重点， 你已经决定了啊！你甲对方讲，我对伊今日较死，我拢不爱去害众生，哎、欸，这就是啊。但是有诶代志，你唔知迄是害众生诶，迄假爸嘛害众，哦，啊，你知影你还马上改。啊，假葱头蒜头嘛害众生啊，啊，安尼去引起新麻烦，何法艰苦啊？好啊，你说唔好啊，你都要断，都要断啦。所以各位要有一个决心啊，哎，过念家己诶名，哎。我海涛，将金心、智佛心、
今未来者修持一切律仪。你袂使讲我多一条做袂到啊，一切也可以直接间接伤害到友情世界的，你都不能做，你都不能做。你肯定可以干嘛点足大经啊？你可能未婚，婚袂使未。啊，你探讨行无要紧，探讨就无要紧，这袂使未，因为这会伤害众生。这点一定要了掉。再来，我海涛将金心智慧心。今未来者修好一切善法，哦，免啦自杀的人免啦个超度，啊，忧郁症的人免啦个到三港，啊，那日本人免啦到三港。虽然咱不要讲日本话，咱请人翻作日语，安尼嘛爱该到三港，啊，我特讲爱该超度费用，你袂使歪做啊。再来，我海涛将金心智慧心，今未来者。了业一切幽情，哎，我决心持戒断恶修善度众生啊！各位请坐。所以，这个世间有人开槟榔打，有人卖冰水，有人卖猪肉，有人卖手机啊。啊，对，今日开始，不管什么人、什么所在、做什么代志，拢跟你有关的，你安尼，这个都菩萨戒。你袂使讲我来手机啊店买手机啊，但是因个人道、因道好歹，跟我无关的，袂使安尼哦。啊，那啊，你来想办法，第一，人的方面要安怎帮助伊手机啊店更加赚钱，对爸母更加友好，你爱给建议。啊，就算你无多解讲话，啊，你心爱替伊想想啊，为什么你要学密宗？因为你有这個心态，所以我要给念做这个咒符号，对有帮助。你爱个道上讲啊，这个小姐摕手机啊，互你一看伊面嘛，就爱讲，嗯，这个有堕胎啊，呢啊，面白白，目睭乌乌，哎，这身躯卡掉，所以你也是个点子嘞，小姐。你看我囡仔无去，啊，你来鲁将，但是你也关心无，啊无，可能做神哦，可能。但是你要用尽各种办法，那改道上讲，啊，慢慢可以接受，这个叫关心呢。然后你离开这个所在，你点来回应，啊，这间店的人引导爸母，这台地基主啊，希望伊手机啊，啊卖了好，又来大家买手机的人啊，拢看好诶。你要用这個想法，第一，这个所在你就要断恶，你不但未个偷摕物件伤害，搁要修善，搁帮助伊有形无形，拢包括地基主，拢要甲伊斗相共。包括你个迄搭地基主讲，啊，你个斗保庇哦，啊，敢若阮查某囝开店，啊，你个盖安怎拜地基主，唔只发财。那这些各位一定要学，你比如说。啊，海涛法师办生命电视来跟我无关的，那你就无空心。生命电视来变啊办得好势，那我定来一个关心啊。这个世间啊，每一个电视台拢是我关心的对象，但是佛教的电视台更加是关心的对象。那变啦，可以更加好，在各方面可以意见啊，改道上讲，改道上办法。那一个改建议要安怎电视甲办好？你跟你有关系，你别再讲，这跟我无关系。那安尼你就脱离菩萨道，脱离菩萨道有分别呢。那你就无到甲一个平等的阶段。当然，让一个好心好心态，你无到甲迄个阶段。所以我的师父甲我讲，你要办最好办108种各种不一样的事业啊，各种的事业你拢爱做。你都要准备好，你不可能说你给你做阿公，哎，我生的囝一定爱健康，孙爱健康，无歹生，哦，冇歹开，冇掉感情的哦，你永远要顾啊，不但顾家己的，还要顾别人的。那这一点，我觉得修行很有意思啊，生命短短啊，却有法度攻克一切啊，我都破度一切。所以这个人跟你说，我刚才念一尊佛，我从来都不爱念，这个不是菩提心，有菩提心的人不会这样说，他可以说，
一切佛拢是我心观阿弥陀佛，哎，那这句话有理会使。但是一切佛有一切佛的方便，摄受众生的方便，那嘛爱学。未再讲我念阿弥陀佛咧，不爱念药师法门；我念药师法咧，不爱念不起如来，那你袂使。啊，所以刚刚各位拜八十八佛，每一种佛拢有伊的本愿功德来帮助众生，咱来圆满。所以各位既然修持这三条戒，断恶修善度众生，啊，咱即满就开始拍拼啊。所以我都要讲菩萨戒，可能各位能跟你团戒，但是你有法度圆满得到戒体，乃至戒的功德，真正的练习足够。啊，所以各位爱过多修几遍啊，多听几遍啊，多念几遍啊，啊，所以即个戒本。读完这本扎回去，好不好？啊，你初一十五，乃至六斋，你就要去念一遍。后边嘛，啊，七戒结魔啊，看到伊做了无完满，大家到讨论。结魔是讨论，不是你一个家己一个讲，你就要大家意见，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啊，结魔同就爱四个人，他们互相讨论讨论。对了，你讲你安尼做，其实你安尼做是无完满的，你应该安尼做，安尼大家比较进步，互相。日本人有这个团队精神去研究这种的产品，咱台湾人是一人一种，各显神通也不错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上不了台面了、啊、所以各位要有团队精神，要有德国人的实际、啊、要有美国人的流线型，但是你都要学啊，你如果没学习，那、啊、你就没法度跟这个社会、啊、进步。所以咱佛教袂使输气，佛教输气，这世间就苦啊！佛教是时髦的，走在最前卫的，所以免那念念，免那影响啊，免那做代志。所以我定定带团出去，我拢甲法师讲：下回着你带，啊，你也比师父带较济人，迄才是中央师父啊！因为你一代比一代更好比较重要，你要把事情做好。那为了如此，所以要很认真培养资粮。方法这样这样，但是不能用心机、不能设计别人，纯粹是因而自然的果，那可以。过再来，虽然咱发大心修三故境界，但是呢，在行为上，咱都要表现出来的是实业顶头。所以修实善戒，等我接下来就包括五戒了。这是基本啊，这是完断一切恶的部分呢、啊。逆定当地菩萨东修十善业道，东断十恶业道，故是左经十住经位，菩萨住第二离垢地啊，十地菩萨的第二地叫持戒了，持戒圆满，所以当离十不善道。大智度人位，十善是总相戒。其余无量界为别相界，那简单说，修行不离开身口意啊，身口意啊表现的断恶修善。陆中论云：身于一行玄清净，十善业道皆能及啊。所以做这菩萨，袂使从气嫌乃至你的心忧心，除非你天生残废，人家没话讲，对不对？你在一个健全的身于，你应该如何表现？所以汝等当学当持十善戒，我今问汝，如实而答啊。翻过来，那这几条各位要修菩萨戒，这是根本的啊。所以这几条我修讲一下，大家拢知啦。身躯最近的开始，袂使杀生，袂使偷盗，各位别人的钱莫讲偷摕哦，足可怜的代志哦。就可怜了啦，形形色色，你也足善吃。啊，有个人讲去摕着出家人的钱，偷摕三宝的钱，哇，这真正可怜个地啊，还落地个我。邪淫啊，婚前性行为，男女问题，各位来到场千万不要找男人找女人，记住啊。啊，我都离婚啦，啊，迄个嘛离婚啊，都倒倒开啊。人家来到场不是为了这个，结果你把它谈成这个，你会有伤害的啊！这个千万注意，并不是说你离婚就算了，那问题是这样就破
破坏人家来道场的出发心啊，所以呢不得邪淫。那出家菩萨离男女淫欲啊，这个人咱去道场对师父爱尊重，那袂使有男女的心态去对待师父啊。这点如果你有这个心态，要么你要吃药，要么你精神有问题，要么你有魔障，那你更要小心了 不能对出家师父有男女的心态。口离妄语，其余两舌恶口，有的人在道场说话大小声，骂人，说人是非，各位千万不要，这个道场不能讲这种话道场有护法神，是清净地，你要憋不住，憋不住，那你到外面讲还是造业的，那至少比道场好在道场里面绝对不能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这个口业做菩萨在病痛时也不可以，你这样什么人要接近你这个菩萨，心里贪欲嗔恚不正见做这个菩萨不可以有疏离的欲望。我好像有真的出家人很爱钱呢，很爱钱呢动不动就去要跟人借钱用钱我规定我那负责的佛事都不可以收纳古塔的钱结果大家都在收真艰苦佛事技术你说免钱免钱起我都说叫人收三万三位九万说到我很伤心这世间真的是爱钱的人很多明明就说免钱还要跟人利用各种的借口收钱还是说免钱免钱没关系，但是你没来拜本，我替你拜拜一遍六千人哪有可能做出都走到你那塔来拜我替你拜替你变规定了很可怜外劳拿一千主的拿一千大家都拿去分赃了对吧，最后这个真相还是会暴露出来，这个就是人呢，这个贪欲的习惯。后来我就知道了，我有一个方法，让他远离那个地方。你这人来，你说我不爱修，你不远离，你还是会偷偷收钱，那个习性因为看到那古塔不收钱了，就拍命就干活了。所以这个贪欲，对钱的执着，对房地产的执着，嗔恚脾气坏。出家人脾气毛就摆一种诶，这种不是菩萨。你可以发生气，你可以做菩萨，那真很难呢。这是基本的邪见，不信因果，做的代志那不信因果呢？你讲妄行加修集，百威讲修集，这个是很不正见的行为，很不慈悲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正常，阿不多丢闹急呢。但是你这样讲好像有道理，事实上很没道理，违背佛法。但是没钱要怎么起那大经呢？这起大经没大经没重要，但是你因正果才会正。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变成正常，牌位多少钱，那古塔多少钱，动不动都是钱，那这个就是没有正见因果，没有深信因果。其实各位可能将来有出家的可能修行的可能，我们绝对不要去伤害到佛教，伤害到众生。所以内心呢，你贪嗔痴，特别是不信因果，那所以你脾气就坏，你欲望就大，嘛歹修行你就无多得到菩萨戒。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准备好，来，请起立，还有决心哦你才有法得到菩萨戒体还有修习善业，我改是善的圆满叫我都得到菩萨戒意思了。汝等佛子愿尽未来际身离杀生偷盗邪淫，出家菩萨离淫欲，口离妄言绮语两舌恶口，心离贪欲嗔恚不正见，汝等能持佛，能持拜。各位请坐。所以我有说的，我们这个菩萨戒修一遍不够，我看我们来修三遍好不好，三个月修一遍这样啦，看我都这样没到金叔叔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修菩萨戒也不错
暗时过来吃，你看看，今日心情就袂歹。我因着招啊，暗时师傅，暗时要吃啥？稍等下，还袂准备好。啊，跟你讲哦，上海好吃，我心中欢喜。菩萨戒，菩萨戒，较无遐严肃，但是菩萨戒去吃物件是为了要度众生，暗时为了吃。啊，我看啥物人吃。啊，想想诶，吼，足忝啊！讲几工阁陪你开工，我看算了，这样啊。但是，那但是各位啊，为了如此，要一直一直，也不可能说我们一下就这么圆满了啊。再来，受十无尽藏戒啊，这最重要了。无尽藏不是十条而已，百千万的无尽藏，只是说整理下来。有各种的根据，一切菩萨戒有四众啊，又不是六众，法王经十众，但是如果你读华严经，那都是重重重啊，因为华严经它要我们保持这个菩萨的啊金刚心啊等等，所以求受菩萨戒，当发菩萨愿，依而修行，圆满功德。先当随我发四弘誓愿，你有心要度众生，要成佛，就一定要有心啊！你像法王，各位在掉下的，假使热铁轮于炉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所发愿。你给你法王啊，啊，给你些铁锈滚滚，要抓扛在你头壳，和你头壳破去，那就和你烧个冻未掉。你都未使退转，你赶快慢慢的死，嘛决心要度众生啊，未退转菩萨戒。所以各位都一讲，就真侪人要甲你抬，你只要卖做佛教徒，卖度众生，我就卖甲你斩头，阿不会甲你斩头。做菩萨，这一定要面对，我见死，我见死，熬过熬死人，我见你未使惊死啊！但咱的愿未使退转。绝对袂使退转，就讲他即马啦，选举搞啊，真侪人找我。我讲啊，我袂使为着你的政治牺牲咱的精力啊。所以呢，我希望你选调做好，但是你袂使叫我去伤害别人，绝对袂使啊。你也袂使叫我去批评别人，我那么大家拎种调安尼就好。但是永远袂使放弃精力啊，因为我是用生命来。行菩萨道，你袂使叫我，你只要害死一个人，害死一个一件代志，迫害一件代志，这个会长都让你做，袂使，袂使。还因为咱行菩萨道，宁可我会使退，但是我袂使为着迄个会长、迄个主持、迄个名，你去伤害众生。这点要还好清楚啊！所以各位，我今麦做寺庙的主持，我拢讲，你若开始违背啊，我特别退啊。那我一定放啊，那袂使执着，因为安尼呢会去伤害到佛教啊。因为咱是主持净法，唔是主持钱呢、地位呢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无可能啦，这是世间人，大家嘛袂哎。但是菩萨爱享受孤独啊，人讲咱戆，你嘛爱戆戆啊走。但是你不能违背真理，所以因为我们发这个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不能为了九分的众生而伤一分的众生，也不行啊。虽然说，那你就先像我那时候办生命电视台，我就话说真好心，为加拿大等海涛法师，我跟你讲，你电视台需要钱，丢，我跟你讲，我替你办一场追录啊，你不仅你拢没去化缘，啊，你这面电视台就没欠钱。伊个想法是敢那对，问题是我讲你办水疗，伊去讲募款啊，对不对？水疗是咧大众性个，咁是咧募款。伊讲啊，这钱较紧啊，你讲，我未使，电视台都无要紧啊，但是咱未使违背佛法啊。结果我讲嘛无好啊呢，啊，当然我未办啦、啊，但是他的做法，他的认为说这个没关系啊。但是这个如是因如是果，如果你不正确，动机不正确，就算有钱也没用啊。所以各位，为了要起寺庙，安尼来办法会收入，请问这个观念对唔对？对唔对？起寺庙是对啊，但是菩萨都未使引起众生烦恼啊，未使利用受苦众生啊，这点一定要了好啊。
不然啊，咱佛教会乱去，社会并无都得到佛法的精华啊。哎，为了无畏啊，要有盔甲，菩萨的盔甲。既然你发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不能再制造众生的烦恼，你不能再给众生金钱的压力、感情的压力。啊，我就是打电话给你，你对我较好诶，啊，我要募款，要募款，啊，要创啥，要创啥，这个都是错的。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各位别再贫惰，讲我学一个法门，两个法门都好，真困难，很多事情你要学，有一点吃力。但是为了众生，你一定要学啊！因为这方面的众生，所以像我各位了解讲，我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我拢咧学，我连这功嘛咧摆咧，搁咧学，我都要学。只要你在利益众生，那是别人会批评我在台北海涛法师你，传统文化的行李啊提出来讲，你咧讲啥？我拢点点，阿弥陀佛，别再该引了。阿弥陀佛真好啊！你念什么咒？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别再讲，讲了伊美国较大了，一走我给你就笑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啊，回应可以，因为这拢是度众生的方式啊。我老实讲，有缘好啊，我给你出钱，我带你来不丹行行，我才歪去呢，免钱呢，好了，考虑一下。你去不丹回来，你就想，人本来念欧玛尼贝咪哄念莲花圣大师，正常的那就是伊阿弥陀佛像，那袂使念。你还了解？你还徛在台湾的立场，你的想法，但是你袂使退，因为这个环境，这个慢慢那个都有改变的一天啊。啊，但是你袂使生气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为了众生，各位一定要醒佛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唔通袂记要醒佛。啊，嘛唔通放下众生，规工，有的人有两分法，啊，要度众生就无法度成佛啊，要成佛就无法度，这个都是借口，你不想做就算了，对不对？啊，你不想做，那时间多的是的，啊，减困两点钟啊，都 OK 啊，啊，那你可以学很多佛法，不是身的问题，是心理身，不是说我歪他归你的他，跟这个没关系。佛教不是你读十年的经典就会开悟，不是的。是你要不要这个法入心一次就 OK 啊？各位，这个盖膝盖盖掉，你愿意用生命去实践，一遍都好，安尼幸福呗？哎，都好，还是咱都要米暖蒙看蒙看安尼？要做干那唔做，还是慢慢来无紧。但是一个人百分之百按照安尼盖掉去做，无幸福袂使，一定的。那这里面就包含一切了，所以呢？所以各位金对十方无尽三不尽啊，诸今日有人要做菩萨，每一个护菩萨拢会来，想说哇，有人要幸福啦，因同欢喜；有人要幸福啦，有人真正要幸福啦，有人要道定度众生啊！啊，菩萨永远是孤独的，愈侪人要参悟，菩萨就欢喜啊！所以真侪菩萨拢来化现伫这世间，叫做本尊。大宝法王就是阿弥陀佛过来，安尼你了解无？但这个阿弥陀佛有艰苦，足艰苦，连呼叫都无。起码过来美国流浪哦，看我想办法无。啊，啊个身体个无爽快哦，啊，吵到要死哦，这个阿弥陀佛足艰苦啊。啊，但是本尊的安尼，啊个化身，阿弥陀佛嘛清白化身安尼。释迦牟尼佛嘛，足侪化身伫世间，但是伊拢过了足艰苦。但是这就是伊的性命，安尼叫法度度众生啊！你无伫艰苦边啊度，就袂使艰苦啊。所以各位呢，金对是方无尽三不尽，心念口言，重点是心念。我决定要安尼做，嘴讲出来啊，互诸佛菩萨听到，哇，足欢喜，真心的道三讲哩，互众生听到，哇，众生足欢喜。哦，我这个子孙完成这主要发愿成佛啦！哇，我有功德啊！安尼啊，你无欠伊债啊！各位，真正发菩提心，敢会欠众生债？无可能啊！你完成这主，拢得到你的功德，当下超度。所以我今日叫做大超度发挥啊！只要咱发菩提心，所以有决定无？来，请起立！你唔通念念，要搁转去食肉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哇，肉酥袂歹安尼，
阮大爷讲，卖食肉，无食肉酥啦呢。结果嘛，过来拍顶一站，过来讲，我癌症指数个起来，阮大爷第六遍啊，第六遍啊，你唔知死哦，你唔惊死哦，有你弟个够管的。我爹嘛幽寒呐 啊，但是因为信不进去，信不进去啊，信到表面呐、啊，所以起码就是个人的一面，所以各位一定要真发心啊，普度众生，随我念诵来，真正发心哦，念个大声好不好？啊，真正啊，真正啊，来，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不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德无上誓愿行。哦，赞赞赞！大家拢跳了跳了，跳了苦海唔惊死啊！要度众生吗？好，各位请坐。小丹你若无法度徛，歹势摆，拢无要紧，心同要紧，心啊。起码同要紧的时阵咯，就是要得到解脱。解脱安怎形容呢？今日释迦牟尼佛要来出世啊，要透过你的腹肚生出来啊。这解脱的意思就是讲啊，唔是干那一尊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法经的功德，因为你决心要普度众生啊，无分任何众生，所以爱十方三宝的所有的功德，拢汇集在你的身躯，得到你。敢若即马台湾总统啊，要将整个台湾的管理权交予你啊，整个地球的管理权交予你啊，啊，因为你是一个救世间的人。那赶快呢！诸佛菩萨将众生的责任要交予咱啊！啊，伊在既然要交予咱，伊嘛要将伊的力量来进入咱的身躯啊！只要你有法度去持戒去做，那你这力量啊，足大足大！你来发觉讲，哇哇啊！诸佛菩萨就透过我这个细细一个身心，就有法度产生汉人做的力量，去帮助众生。那个得到解脱啊！诸佛注定，各位讲，拢是佛的囝哦啊！父母和咱辛苦哦，佛和咱真正的生命发心毁灭，所以咱是佛的囝，诸佛的囝。所以诸佛注定，逆定既能发四弘誓愿，我当为逆定，去拜三宝。干化钙体，啊，好难得到钙体，啊，灌电啊，灌电啊，这机器终于充满电，我都离众生啊，净明修改，所以逆定一心善听，做以思维听啊，想决定要做啊，当知初翻起白净，汝等当观想。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震动。所以第一遍拜了十方诸佛菩萨啊，因说持戒圆满的功德妙善善，因为咱发菩提心修四弘誓愿，所以你拜了一尊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这个震动代表啥？你所有的业障拢消毒，拢喷出去，诸佛菩萨给你灌顶加持。啊，所以一发菩提心，无量业障皆消除，就这意思。所以各位要消业通尽的，就是发菩提心啊。因为你的心决定要成佛了，所以呢，你的业就拢破去啊。第二，二番起白净，十方世界妙善戒法，如云如盖，覆如等顶上。所以各位这本啊，你今日修改完等于，特工尤其这段爱念一遍，特工得你观想。啊，刚才你怀孕啦，啊，过条条过条条，唔当叫落去呢，啊，要保胎啊，啊，所以呢，那我们这个戒体要保护的很好。那第二遍就看到解脱，
刚才今嘛各位头家这样呢，如云如盖，就大是风，就每一个条啊拢是一个佛，每一个条啊拢是一个佛的功德，安尼汇集起来，叠咱的头壳顶啊。三番起白净，十方世界妙善戒法，从如顶门流入身心，充满正报。所以第三遍更加要紧啊！咱的发心要来乞丐，是帮诸佛的盖体合起来，对咱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父母、每一个众生完全借助，拢劳力去充满进步。哇！充满你这个业，这个正报他没有讲人呢，行阿修罗。贵精神百威众生拢得到解脱，充满正报得到解脱。今未来者因为佛境菩萨界未退转，菩萨界解脱啊，永远拢伫个。什么界拢会使下界的，菩萨界免下界，因为这个佛性经济永远伫个。那倒一天，就算你一世人过去做歹代志，杀人放火、乱强奸、落地狱。哎，这经济个底诶，啊！但咱即卖修改是咱过去的经济的有啊，啊，即卖个要来恢复，会较紧啦，啊！此事无作借体，无漏设法。虽然你看未到，但是呢，伊真正存在。由汝等真上善心所感得，因为咱有这个啊菩提心啊，要利益众生，啊，就来感觉这个解脱。所以汝等当自成顶受，咱即嘛爱真正要得着，好无啊？各位爱有感应，修行爱有感应啊！啊，我顶回去说解仁波切啊，去修能变改长寿佛灌顶，哇！我才知道什么叫中脉气脉，还标准是别再讲，但是哦，安尼规个修，安尼甲规个脊椎从上到下，叭叭叭叭叭，安尼修滚滚，但是。一点都不热，就是觉得哇那种舒服啊啊！因为我很认真啊，仁波切也慈悲啊啊啊！为什么认真啊？开他这钱，照他顾，照他下去还不认真，这毛贼后厨啊啊！那、啊、所以你当然就会认真啊，那、啊、所以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不可思议。那晚上仁波切再给我灌顶。啊，做了很多灌顶，马上又升起这个感受，我觉得，哎，这个有感受，这个仁波切还是有修行，啊，而且他传这个法还是有力量，真是如此。那各位一定要点呢，管胸噶，我会的尴尬啊，你主人有会的，我会的尴尬，觉得身轻气爽，很有力量，很有信心啊。那得了解脱，我都。我讲一遍，是各位这段观想解脱的过程，你要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啊！所以大地震动，小业中看到菩萨解脱，那菩萨解脱，你来不要观想，你要跟他观想，每一尊佛，拢在咱头壳顶啊！所以伫很多密宗道场，他们故意把坛城活菩萨。都画在上面旁边，那你汇集啊，全部的诸佛菩萨汇集，然后呢，在我们头顶加持，汇集成一道光，进入你的身心里面。那当它进入的时候，当然啊，还有不清净都把它排出去了，啊，就脱胎换骨了，脱胎换骨。过去咱以为叫哇哇哇，我。做了菩萨界不挂，挂也代表诸佛菩萨，挂也代表一切众生啊。所以因缘的种诸佛菩萨叠叠头壳顶，啊，你下半部就代表六度众生。因缘想办法，各位，咱的头壳因缘在咧领导咱的脚甲手安尼啦，啊，咱未使停的啊，咱来用三宝的加持来通你六根，就是六度众生啊。啊！你爱将六道众生拢化为六波罗蜜，变成法啊，脱离六道轮回，那么来转化，所以达刚都来转化自己啊。那呢，都观想，那安尼观想目的就是要来度众生。刚才这世间的查某囡仔争两点钟哦，我要来外口参加法会啊，
要来吃饭啊，哦，没有大家看到你的水啊，庄严啊，啊，一切一切啊，那菩萨的庄严，璎珞庄严，那是一种的方便，不但让众生欢喜，让众生得到你的功德，安尼来观想。但是重点是因为这种的做法，慢慢你就会无我，无我啊，成就你个菩提心、个本尊、个观世音菩萨，徛在咱超度。各位你就变成观世音菩萨，站在我们放心，各位变不及如来，站在你想到地角多，你变地藏王菩萨，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一切观定同样，因为我们的体性菩萨盖体古众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三宝，你自然你就有那个力量，你不会常常有一个我在艰苦，我们今天的心情不好，我要怎么样，你常常已经我惯习了，啊、你若常常安尼得到菩萨戒的观想，你会发觉讲，哇、哦！我念地藏经变地藏菩萨，规工嘛咧想要做地藏菩萨的代志，念咪变观世音菩萨，念咪变准提菩萨。你会发觉讲，你有迄种的感觉，那、啊、这个感觉就是无我，无我菩提心，因为你跟菩萨的心口意合为一体。啊，你又渐渐感觉讲，啊，咱咧行菩萨道，所以别人啊叫你菩萨同款。啊、菩萨就是啊，要来利益众生，还够充满诸佛菩萨的力量，还够会常常的练习。啊，你就无什么心情歹、无歹的问题，你就规工咧想变怎帮助众生啊。上依菩萨结摩文，三番起白影。汝等佛子，记得菩萨三句妙善戒体，这最重要，这同要跟。有得到无得到，得到菩萨三句妙善戒体。你还没得到菩萨戒体进前，你点一根香啊，可能度十个众生戒缘。你得到菩萨戒，你点一根香，可能十一众生得到啊。因为菩萨戒体力量太大，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你香起来百千万佛法拢到顶拢出来，你一个指令发落去，踏着手印百千万佛法拢替你去招请。干那你做头家，你员工有一千个，你话了，大家嘛听你讲。啊，你若无头家，你家己一个心都考丢兼讲，这个你话嘛，你一个。所以各位，你爱讲讲，这个菩萨戒，因为你心量偌宽，影响就偌大，力量就偌大，福报就偌大，所以你发起大心嘛。那发起大心，啊，你当然这戒条拢爱修哦，三句境界已经得掉，啊，得掉那边那么走。经典教咱安怎做？依《法蒙经》中，次宣菩萨十众四十八亲戒相，令汝等四相手持以护体故。那么咱今日呢，我们念的是六众二十八，不过前面这个十众，我们大家还是受一下啊。那后面四十八亲呢，也会有时间，我们再来。受也可以，因为很多里面是属于出家戒条，在家当然能够做更好了。各位请起立，今嘛各位已经得到戒体咯，来了解戒相。当然这个戒相，各位爱戒水，很简单，不是看戒水。不过后面有经文，我想大家有时间，大家念一遍啊，下回我们讲解讲解。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杀生，能持佛。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偷盗，能持佛。第三，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邪淫，出家不得故淫，能持佛。第四，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妄语，能持佛。第五，沽酒不是饮酒哦，不能买卖酒，不能买卖酒，因为伤害到众生嘛。各位今天受菩萨戒，都不是为自己说，我为了自己的长寿健康不堕落，所以我不杀生。没有，菩萨为众生，那你为众生，你当然不能杀生了、啊。没有想到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啊！既然爱护众生，怎么可以偷盗呢？既然爱护众生，怎么可以伤害到对方呢？邪淫伤害你太太，伤害外面的女人呢？啊！既然爱护众生，怎么会骗他呢？
就这个意思啦。既然爱护众生，怎么会买卖酒给他呢？伤害他呢？所以这个买卖酒，包括买卖毒品啊，买卖一些对对方有伤害的啊，包括各位你在制造 A 片啊，制造什么不好的影像啊，可能你可以赚钱啊。啊，现在各位你用 Line 啊，微信就有很多不好的交朋友啊，什么晚上寂寞吗？鬼也那么用这个晚上寂寞吗？跟住念佛嘛，啊，那所以他就要勾引你啊，所以不能买卖酒，所以再来，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沽酒能持佛。对了，表就买改水。菩萨的是要照顾佛教，照顾众生。那你袂使去讲修行人的歹话，你来去讲修行，公开讲修行人的歹话，你就是咧迫害佛教。把人来讲啊，对了，佛教多了嘛，哈哩歹，咱人拢耳康轻啊。你讲一礼拜，大家拢变歹嘅，变安尼啊。啊，一个出家人表现歹，其他你讲话，我就知影出家人歹。你唔能相信出家人啊，所有出家人都比伤害，佛教都是比伤害。所以各位，咱袂使去讲 BQ BQ 你啊，又再是有破息有破疑。咱拢未使敢讲，你今日到处倒倒倒，还一个个歹，绝对未使。啊，这个人若无好，啊，你有方便对面改劝话会使。啊，你若即马改讲未听，啊，无咱就回向好意。乃至想办法讲，有啥物长辈啦、师傅啊，看伊会听伊讲未？啊，咱是以慈悲心呐，因为伊会去伤害到别人，但咱未使改背后批评啊，这个意思。啊，所以这点难比赛，所以再来，所以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说四众过失，能持佛。过再来自赞毁他，菩萨一切拢是为了众生，那是咪去赢众生呢？要跟人比较呢？未使，我会较好，伊会较歹，佛教较好，其他宗教较歹，拢未使，因为你讲迄个宗教无，迄、那个宗教就气甲要死，对不对？安尼。后摆你都无机会度伊啊！每一个宗教拢毛伊个优点，当然有可能较无圆满，但是你袂使讲突破，袂使讲突破，你去讲弥补，渐渐改接近啊，会使。但是各位唔通讲讲家己也好，别人歹，干那做生意讲买我也好啦，隔壁迄袂无好啦啊，顶顶不能自赞毁他，自赞就恶尽，毁他就不足逼啊，会伤害众生。所以各位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意。自赞毁他，能持佛。过再来，故奸什么意思？你明明有钱啊，对方善恰个要死啊，给你拜托小寡，你就爱好伊啊。你咧食饭看到善恰紧滚起来，无到时甲分，未使。第二，明明各位有佛法，你未使贫惰讲啊，即个讲无效啦，我嘴大个要死，我唔爱甲讲话啊。你有方法，你就爱甲讲，你未使。啊！你又无强用哦，我跟你讲要创啥？你话红包较大包诶，我就讲较出力。意思是安尼，你红包来，我再给你念经。啊你明明会念经，不分在家出家，你会念地藏经、阿弥陀经，你要去帮他助念啊！你不能说来请这边去啊，啊，包红包这边去啊，所以不能兼贪金钱，也不能吝啬啊，传播佛法。所以这因为那边多众生啊。所以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奸，能持佛。再来，也不能生气。菩萨要度众生，哪会使生气呢？啊，佮骂对方啊。所以呢，对方甲你下死咧，你佮唔原谅伊，佮要甲骂，啊，你佮违反菩萨戒。所以佮伊袂使挑工生气。啊，有一种是歹势，我挡袂牢煞生气安尼啦。但是你还敢黑死咧？我都咧拍习惯，我动都没安徽，跟你黑死咧，黑死咧，安尼晒啊，浪漫原谅你，所以各位唔通挑工要生气，乃至啊，无接受对方，乃至啊，对方跟你黑死咧，你嘛个要干咩？拢未晒。再来，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称能持佛。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毁谤三宝。各位，最近流行一句话：你将六道众生弄个太好死，哇！这业障足重啊！但是你只要诽谤佛法经三宝一句话，这种的罪业超过太死六道众生的数目。整个地球人可以太死了了，迄业障很重，但是这业障未超过诽谤三宝。有的查甫人啊，最好骂骂当骂西，
啊，尤其后悔以后足好骂啊，查甫人较袂安尼骂，查甫人有这個、就讲咧批评政治同款的公安咧咧，安尼啊，啊连三步都骂骂落去，所以这真可怜，咱绝对袂使忽发症，唔怕无要紧，咱起码无了解。后摆那较了解，咱慢慢来甲伊接近。但是你唔能去骂啦，哎，出家人个无好，哎，念佛的人拢做自私啦。你安尼讲，一个自私是伊个代志，人念佛做自卑啊。啊，你袂使一礼拜就规个讲没了了，这个口业啊，将来作当。所以各位，从今生至佛生，于其中间不得故，毁谤三宝，能持佛？能持，顶礼一拜。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吕俊英医师。 COVID-19 病毒传染力强，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提醒您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呼吸困难、下肢肿痛、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曾接种 COVID-19 疫苗。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那现在呢，肯定在做工作呢，是吧？就是呢，农业上面呢，你说嘞。农业是话的讲的，真的，你给他们把么，真的，农业，真的给他们把么，那他他妈的归农过来，这农业真的，他们嘞真的把种地下了，这是话的，农业的真的啥不的，真的给他们把那他的包括要管家了，真的农业的真的贫穷起来的，真农业的，真的这位。这个地方嘛，反正我们五十几年的下水药嘞，干的怎么？今年这，他看我老忙不了这个，家里嘛家里，你把下家的今年这个，今年这个去了，他吃两天就没动，今年这吃两天老忙不了，吃两桶嘛，总去了嘞。这个今年这个，吃两两个这把麻他，我麻桶，吃两桶嘛，我这上的我吃两样的有少，有了大的嘞，这个忙。他这就拿啥忙呗？这个拿啥送？这六百万过来，六百万不搞啥搞法？有的的，今年这个拿啥套他们的六百他们的药嘞？这里接通了，这里人力这里忙这把接，这里哪个这把嘛？但是通过了嘛？啥子多少病他们的药嘞？今年是这啥？今年是贫穷期吧？这里年期吧？年期吧？这里怎么说？可是我到年纪设计结果的牛奶的，这就牛奶设计的，我哪里这人的，这个做的什么样吧？另外也是东巴说的，这不用钱买的，你奶的，你把人家娃送，这些呢，这没这康松特别好买的，东巴的肉马戏法的，人老了，他那大了，对吧？人家吃的牛奶人少。这
拉你们没人逃过了的人你的人就是那个这些都可以用上去嘛叫杀杀了东西啊上你也把他的给你不给你那我们做了不去给送到那样做他们的他你让你了把那个光啊杀杀了送真的光你给谁也不进家呢这个红的这个做过了就给了这个东西的上街上去的这个光给了他其实我都忘了你那么的金属就多吧这就是多吧哪里让你这里让你说就多吧那个平衡经过这些的你把看见多起来了多吧让你给你妈的不是这个家里就是我的传说性基金都能用出来这里多吧妈让你这里就是给我去了这样平衡冲过来因为你年龄高的这里让你用来也是给我可能是平衡起来你那了，这里，你我，这里长期种地的这块，工程的，你我可能就不啥，这里主货嘛，咱说我咋可能接呢？你用过的这里，我咋可能？我咋就给起不的？这里钱呢？你用的这里，马上我啥种他们，对吗？你给不着，你用过钱的这里，谁就看见帮你了？这里这边的，哦，多忙呐！都把那个车送了呀，这里，这里大概你来接送我，他他，来了没来来透过了，这边的这里好像搞起了，这里我他就恐怕有那么一点就搞起不来，这里这些大外人平庸的样子，也一坨了，真的这里忙坏了，这罗马看见了，拍过来，这里哪样给带到了这里，这里你来不搞设计统计，他他咱们这设计统计住着个国家呢，肯定住得惯些了嘛。先进他们这个厂啊，一上，这里什么的，这里就给咱们上头村的人照顾着的，还当贫农起娃的，当土里种地方的呀，就从那里个什么金巴拉的呢，龙珠吃什么的呢，木驴，肉巴拉的呢，土上不龙的话，菜上巴拉什么，就把这种肉巴什么的呢，因为这样吃什么说话的，第一单位七百公里，他们这个年龄的。我那里，你那里有，有的啊，这里对吧？他他他，那么给一些你，可惜我那么给一些你，就不就工作上，对哪里？有那那不的，这现在这个话，对不对？上街他们就大把的人拿过来交的，他他银行嘛帮我了，今年是不是这个工资给交的？今年是，拉他们钱给交的，嗯，这我那里这边搞的，就是肯定就能做，这个哪样样都有。这个给我去了，这这两个人啊，这样子的，这他们这个，这到了这，算过的这，多把个平庸的拉出把他们就搞了这里，他们这个三亩当，这个他把这钱买把做的，这里在那十年上房子，他把这两米干的，五年两米给了，这十年上房子就不是，我们家呢，这几个把这，没人拿出过，我妈是讲，这他们从城里也光，他们怎么的呢？小开当叫你搞啊，民工吃的些，这我那吃了么大把啊，这我这些呢，这这个什么也不对呢，这里春节的，春节的商品光那样子呢，上去小家子把个老太婆去给那送药的，他们这商品春节的呢，康生他们那老少岁的那这东西送，那个生的得劲的活，对不对？这生活能干点的。当然，这些上班的年纪，过早的年纪的年纪呢，上级他们这个出发差，实际他们这个流量差。呀，同样的地方参加进步大多大些，你别问，你是别别去了，你了。哦，他们从实际上这个跟你说的都是平庸逃过了的，平庸就怕逃过了的。大些人民工呢，同样是把他这个大些人民工，你大些你同样。这一多这些我们，这里面的都要去，这里面搞完出来那样的哟，这个他妈该去的那些。